Happy birthday.你穿上你喜欢黄色。嗨，嗨，哈哈。他好可爱哦，但他不怎么理我。你要拿这个他才理你，因为他现在正睡觉的点儿。小猫一天大概能睡20多个小时。不是，这太可爱了，我的。嗯，快白天了。哎呦。哎呀，芝芝的小猫要带回去吗？哈哈，他现在带不走，太小了。怎么？那怎么看他喜不喜欢我呢？嗯，我给你保护服穿一穿，然后你抱抱他好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他可以的，你太疼了吗？我们这个美丽内心住了一个哈士奇。糟了糟了糟了，这有点危险，这有点危险。不抱他，手托着他的屁股，然后让他的脚脚搭在你身上。哦，我托他屁股。对，让他脚脚有个搭。这个弟弟。嗯，对，放坐下。弟弟好还是这个？如果你不打算就是说让他生小猫的话，一般是养弟弟比较方便，因为你绝育的时候没那么心疼，因为弟弟的那个愈合期比较那个短，一周就好了。嗯。然后妹妹的话要多一周，要半个月。他就是喜欢我也不喜欢我。你看看，他如果在你身上能待得住的话，就说他比较喜欢你；如果待不住的话，他肯定要跳出去的，就说明就你们俩有可能没那么有缘分。就完了完了，哎，我今天只是过想过来看一看，想了解一下。你想养猫是吧？嗯，他们说猫比较好养。嗯，猫比狗狗来说要省心一点，因为狗狗还是要遛的。哦。进来，现在没出来过。我家猫一般胆子比较大。想去哪儿啊？我的天！给你吧。嗯，一会儿进一会儿进。这是什么呢？啊，那个是布偶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也是布偶，布偶也分色，它是海豹棕色的，然后这个是重点手套。我一点都不懂呀，我的天！就我适合哪一种啊？看还是看你喜好，养宠物这个东西看眼缘。有时候觉得，你在舔什么呢？舔我们的小爪爪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！哎，就买这个吧。楼上可以干嘛？楼上是撸猫的，你可以看。好嘞，姑娘，下次不喂了。哪个是英短？这个是英短吗？它是英短三花。
也是英短，但是花色英短里也分不同的花色。哇哦！我兄弟，你吃面是不是应该减减肥啊？你这也太胖了。啊，下面那个。你一眼看中了，肯定就觉得自己不好看，所以我想养宠物这个东西。它长大了就不会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养那只猫的时候，就是小时候是轻轻这么抠抠，再长大就非常大力抠你啊。嗯，不会，这种宠物猫肯定不会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好吧，我是有两几个问题啊，我问一下你。走的话，我需要办什么证明吗？你是带他们坐飞机吗？坐飞机吗？那你就要去带他去相关部门，检疫部门，给他开证明。他现在太小。哎，我想把它带回家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可以拿个笼子去把它带回去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你如果是就待几天，我不建议拿走，你对它不好。哦，我今天就不应该来，我发现，我就不应该来这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来了就是问题。哎，天哪！我主要是怕就是对它不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那个时间，一个是时间。但是真的很喜欢他，再一个就不应该来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不应该来。这个哪里有什么不应该来？天哪！你就先放我们这养着呗，等你忙完了这几天，然后你再来接他。好。我看这个。正好你能家里准备什么东西，猫砂盆啊，猫粮啊。它吃的东西有什么讲究吗？那你给我介绍一下呗，我就现在先买了，保证粮食什么的。那你现在就把猫带走吗？不带走啊，带走买粮好了吧，到时候以后你不带走是买粮干嘛呀？我带走啊，但是我现在就等于是做一个准备嘛。嗯。不是粮食就能买了吗？你跟我讲一下吧，我一会儿以后怕没时间学。我们现在吃的是这个吧。啊，是不是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养什么？如果他出来去做手术的话，那我得陪着他。但是如果我来回飞的情况下，我不在，哇哦！包括你想要那个海豹双色，就是品相比较好的，那个是很难订到是吧？那个你要跟他订，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。没有。猫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舍不得走了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的天。